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。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。本转播是由邦纽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，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、录影、翻拷或做其他用途。President Henry B. Eyring,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托乌西多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。